总是是一个零新的开始，
伊灵体甲上帝同在，伫遐每一日唱哈利路亚，所咱的心甲财面上总是咱无比较全吧。第三天，咱举行特别式，纪念咱所行的兄弟。当伫迄个日头的时阵，迄个口味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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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多，有的已经有名，有的还阁空空。有诶，大红纸，大红纸意思是，即个囝是我诶，拢是我诶，也未过吼。礼拜三时阵，牧师问我讲，啊，倒一个是你诶？我正是世上人，我就甲人要求嘛，对吧？讲一个话，这一个是我诶，都是我无迄个感觉，因为我知影这一个是我诶，我诶家无伫遐，伊伫主耶稣已经伫天顶，伫我边间，我所要去诶所在。我无住伫人所要住我平凡一个囝仔内底，总有一天我的相片卖伫头前，总是我的心是欢喜，因为我会当刷了世间个。我知影有一天我只是土归土，尔尔，我无要住伫一个囝仔，因为我嘛无愿望，我会互一代吼，爱搁去看我，真麻烦，后盖明知走去倒位去。要等来，唔等来，心拢艰苦，免互伊遐尔艰苦，土归土，也是放咧大海内底，安尼就是就好啊。终究也是因的心内爱有我，才要紧，唔是去倒位看我，因是伊已经看袂着我。其实较重要是我伫个天平个所在，所以咱拢唔知，咱是明仔载会转样。较重要是你是已经平凡天色，若是上吊吊命来时阵，你随时拢会当讲做主。我愿意分做，也是亲像我伫病院的时阵，看到真侪人伫对这个时间到时阵，心内是惊吓，因为伊唔知要对倒位去，伊唔知影要来对上帝交去疗效，伊唔知影要来见上帝、见上帝面。反正即时也拢坐伫遮，咱拢也都有机会，咱好好珍惜咱即马所有的时间，甲咱的厝的人好好做阵。用你的时间画出一张图来，互上主。主无要咱真济，因为伊是丰富主，伊无欠过咱的服侍，是咱欠伊，毋是伊欠咱。所以点菜，迄、那个明仔载毋知要怎样，总是咱就仰望，咱就祷告，因为主疼咱，主甲咱真济。但三个人就是我，我毋知认真听怎。王者亲爱的主，
伫头前甩上去，最最是咱信仰的珍贵。无一个人是完全的人，总是因每一个人拢伫伊的生命的中间，拢有家己咱的心的所在。愿咱的当纪念因为过去所行，若是无因，也采无咱幸福教会今仔日。咱的信仰虽然不是完全，总是在咱努力一代跨过一代。在咱所徛的这个时阵，咱就要甲伊调好，甲伊做好好。然后咱的后一代，因有一个模范，有一个学习的对象。愿咱会当在这个时阵，咱的少年因过去拢咱留好，迄个美好脚步，甲美好见证。而且咱来纪念伊，也感谢咱，咱在咱的教师歌。亲爱的主，让我。